你好，今天我要说一说我的一个朋友的故事。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，是我小学的朋友，但是现在我们完全没有联系了。对，最近我常常想起他的故事，所以呢，我想我可以聊一聊他的故事。好，那我这个好朋友，他和我的家很近很近，我们常常一起玩，然后他常常来我的家里睡觉。我的妈妈也很喜欢他，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孩子。他爸爸的工作很有意思，因为他爸爸的工作是杀猪的。对，我觉得在农村，很多人是没有工作的。那他爸爸有一个工作，杀猪，所以我记得他小时候，不穷，是很不错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非常非常不喜欢学习，学习让他非常痛苦。他觉得坐在学校里，他觉得坐在教室里是一种很大的折磨。他每次告诉我，他上课的时候，他总是在看他的手表，然后看什么时候下课，因为他真的觉得每一分钟都是折磨。好，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常常没有钱去交学费，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农民，他们没有工作，所以他们没有收入，所以常常没有钱交学费。可是我很喜欢去学校，然后我的朋友他有钱交学费，可是他不喜欢去学校，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常常对他说，他的爸爸妈妈威胁他，他们说，如果你不去学校，我们就把钱给肃清，对，给我，然后我就可以去学校。那我的好朋友说啊，可以可以，你们可以把钱给素清，让素清去学校。对，所以我一直记得很小的时候，他真的很不喜欢学习，但是我挺喜欢学习的，所以可能因为这个，我们两个的人生就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好，我记得他读完了小学，然后他也去了初中，但是初中他没有读完，可能他读了一年，然后他真的读不下去了，所以他辍学，然后他去工厂，打工。对，他告诉我，他更喜欢在工厂打工，因为在学校他真的觉得很痛苦，那在工厂他可以做事情，他可以做工作，他可以赚钱，所以他更喜欢在工厂。好，所以因为这个，我们当然我们越来越少联系，因为我们的生活不一样。我在学校学习，他去工厂打工。那有一天，我觉得可能是我高中的时候，我见到他，然后我觉得哦，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聊一聊，所以呢，我决定在他的家睡觉。然后那一天晚上，我发现啊，我们没有东西可以聊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我明白了，我们可能不再是真正的朋友。然后又过了几年，我还在读书，可能是我大学的时候，我记得他结婚了，然后他生了一个孩子，虽然那个时候他不是我的朋友了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人，所以我去医院看他，然后给他一个红包。那我的妈妈和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她会常常告诉我，这个人现在有三个孩子。对，我不知道她幸福不幸福，但是可能很多的农村女孩结婚以后就是会生很多孩子。
好，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恍惚，因为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是现在我们完全没有联系，然后我也不会去联系他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。现在因为我住在澳大利亚，所以我觉得我的朋友只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家里。然后我没有交朋友的机会，我和中国的朋友，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远。那我在澳大利亚也没有交新的朋友，所以，我的朋友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如果你有很多朋友，请把你的朋友介绍给我。好，那你呢？你和你的第一个朋友，你们还联系吗？你可以说说你的第一个朋友的故事。好，谢谢你看我的视频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